以前啊，那烧火这严重，水暖砸到的款，无紧啦。你老皮会？老皮，哎，可能哦天气伤热，火气伤大啦，气阳大结啦。你面前顺顺，不用，紧来找大夫。哎呦，无紧啦，我祖先都叫灵帝啊，比这较严重的，我嘛拢无得惊。行行行行行。啊！跌落，跌落，跌落，跌落！大夫，大夫啊！请问，伊是什么病呀？是什么人跟你讲伊破病？伊是中毒啦。中毒？中什么毒？哎，老夫在所不惜，我即马敢若有法度替伊拖淡薄仔时辰，啊，甲问看卖，看伊即马有啥物要紧的代志要交代，若是讲有想要见的人，赶紧叫来见最后一面。大夫，你。陆公主，我是不是要死啊？我袂讲，相公你会死，你也袂跟我变臭妹啊！你袂用死，你十六银给我摕去啊！我唔准你死。我唔是有讲过，阮台湾囡仔，大家拢嘛会晓变，现在嘛有人会当。我袂，我袂，我就是爱你跟我讲。我自细汉，佮这么大汉，头一个朋友就是你，我唔准你死。我嘛就想要活的啊，啊，不过开来拢惊喘袂起来。对不住。